不近乎于，尤其在赛场之上已经完全称霸了，大家熟练度也完全不用担心。但对于世联饕餮来说，想要抢一个前三近乎于都是没有机会的。嗯，那起步吧。这个起步嘛，世联饕餮不用说一定是最慢的那一个。嗯，那这个起步东方这确实很快啊，这研究出来了一点点的小的成果啊，但是这个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小啊。敏神这张图是有说法的，还记得咱们在季后赛当中敏敏就是凭借着这个一路向前，对吧？对，欧东方飞的有点过，有点多了，嗯，有点过，这个确实飞过油子了。这说明减重以后对于这个车的飞跃高度有点控制不好。是的，那阿诺这局已经没有对抗了呀，我感觉十拿九稳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十拿十稳了，好吧，相信他。尤其是对于阿诺这样选手，他呢算是一个比较神经刀的选手，他其实有连续得分的能力，他甚至在今天比赛当中你打出来一个51000或者50000都是有可能的。对的，但是其他选手可能不会让他拿那么轻松，但你看第一局阿诺完全在自己的节奏里拿下第一完全没问题，最后连续开启氮气重现几颗成一分10秒中。第二敏敏啊，敏敏选手鸵鸟的话，这个确实是没有任何办法，毕竟这个时间饕餮在这里放着。对，觉得对于鸵鸟来说，现在当时跟宁青打的时候说，宁青那个成绩好像是智慧女神跑的，对的，1分04秒3，好起步。要来了，起步。这四个人走右边，还行，第一弯都没贴死。那这一个弯道真的会折那么多人吗？折了一个，顺利，对，只折一个。自己的王图确实没出来。是，两个人的王图，一个阿诺，一个敏敏。然后刚才排名是第五、第六，但是敏敏这个名次上的是比较快的，因为刚刚都搅在一起。敏敏的氮情况更加健康，所以说他提速会更顺利一些。这边落地过来之后，敏敏就直接就凭借着路线和细节反超了啊！甚至说刚才东方是走到了后面的大道上面，然后交的一个路线歪了远道，而敏敏又是把东方顶开以后，他是一个一个将前面的对手斩于马下。是的，现在要开始打萧瑟。哇，这一个顶台过后，最后的飞跃路线很重要。有东西，真有东西！这长城无关乎起步，就是自己的王图。哇，敏敏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二名的选择权，这又是第二，恭喜谁呀？对吧？恭喜萧瑟，萧瑟还是比他快那么一点点。对，这敏敏打的也很帅啊，对吧？我在赛场上看到他是二 V。所以感觉好像起步杀下去，除了年轻敏敏以外，其他选手好像也有可能会掉下来，是吧？是，名次不一定能稳得住。六个人的天宫寻梦，说真的我还没见过呢。这样吧，大胆预测一波，起步第一个弯道，两个人，两个吧，我也觉得是两个，两个吧。开起步啊，第一个弯道，一飘，三个，可以，好，比我们预想的少。多了一个啊！哎，这起步敏敏压车直接压上墙去了。对，他前面叠喷应该叠的不是特别顺利，然后加上他放空标起的稍微有一点早，速度有点大。但是现在其实从位置上来看，第一名、第二名都安全。对，哇，这细节！哦，这里过山车过来，敏敏又第一了。敏敏也是这个红色的皮肤。是的，哎，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红色皮肤。是，看吧，这个从。位置上来说，东方想向敏敏发起进攻也有一点小难度，得从前面走。说实话，我看了前两局的这个排名情况啊，这比赛谁第一不重要，第二是敏敏，我有一种偏意在这在这张图上面。就比如这个 EPU 是吧？还行。一完之后。哎呦，我觉得一个专业的解说应该不需要什么毒奶吧，这都是专下判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是这样，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。就比如刚才那个弯道就是一个失误点，是吧？那恭喜东方拿下第一分。专业的解说从来不需要什么毒奶，
就直接先告诉他这场比赛他就是第二，是吧？我确实没有任何办法。但是你说敏敏跑的是真快，你这个过于专业了，他给的太多了。这个专业的有点过分了，说的是吧？说一点，对对，木秀一点点风一吹，你刚才闯祸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不行，对吧？大哥给，我觉得跟敏敏的加速是有很大关系的，非常大的关系。嗯，来看一下这上下共同的努力，加上六个人的火车头，放这个火车头这一集龙晶湖吧，起步不是很顺利。啊，红框都出来了。吴哥，这个起步我更正一下，真的不是说有一点心得，一点，就一点点。对，你还是先别说了，先看这次的起步，紫电出来了，敏敏又第二。但是我有预感啊，我说真的，这局我有预感，我觉得敏敏这局能第一。我感觉够呛，这真的是真的，对，甚至我觉得紫电可以一稳到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尊主有说法，我感觉不行啊。对，紫电已经用上了一款。哎，这 WCW 喷是想要去叠。想叠双倍动，但是也不能这么叠啊，这个还是速度上没有叠加到最好。但是你会看到后面选手没上来，太远了，因为一直在不停的卡位。哦，求稳跑法，这局紫电也能拿个第一。啊，这把敏敏也不觉得第二名轻点，对。紫电的手风要来了，紫电龙晶不确实挺稳的啊，我们这一局的路线不错。后面没有什么难点了，甩过来，但是延续也没有失误。是，后面东方该选图了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就至少让我们看到了，虽然说第一名一直在变，但是第二名也终于变了一下。哇，敏敏从天上飞过去拿了第三。啊，恭喜紫电拿下了自己的首分，现在11100。是的，这个拿第一的人。西湖，哎，这张图刚才我们提了，东方、紫巅、敏敏都是王图。来了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敏敏在不是自己选的图当中，他才有机会去打分？别说，还真有。哎呀，鸵鸟，这个末影青龙被挡得好难受啊！没有速度，我断空都断不起来。是的，东方西湖还是熟啊。对，但是第二名的末影青龙不停地在被敏敏干扰。对，这个机甲是能追的，但是机会越来越小。你这个长时间过来，如果再被敏敏挡一下的话，会自己拿自己上。哇，敏敏又缺了一个喷，那这样的鸵鸟能够直线时间反超。是的，反超过来之后，其实和东方之间的差距，我觉得至少也有个一秒半左右啊。嗯，距离太远了。286速度，感觉完了。应该哦，哎，后面掉了。那鸵鸟这一波末影青龙掉到了西湖的水里，那没机会了。嗯，真的。很难想象有更亏的时候。先上二了，对，后面阿诺节奏有点放慢，这样的话敏敏就开始第三了。下手花落下海啊，那这个基本包的好吧？这个基本包的，但是如果上花落下海的话，我觉得大家的用车可能不太一样。你直接上阿雷特这种都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东方可以直接强势一点。现在东方已经上二了，对吧？现在已经二，上个三，再来一上个三，上个三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局势都会小一点。敏敏空港不太稳，东方的话在赛场上空港的经验太少，看吧。但是这一局，你如果说神龙稳住的话，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分机会。哎呦，东方直接给了，这个是对，这就是这空港确实在赛场跑的少，
就大家抢第一个弯道其实是比较随缘的一个状态。子健飞的太靠右了，飞过来之后最后一下单前续没延上，那这样落地下来过后鸵鸟就被挤下去了。对，萧瑟这局是退出战斗了，那相对来说的话，那就是前四名选手之间的一个博弈了。明明只要不出现个人操作失误的话，这局比赛其实后面阿诺很难有机会。对，但敏敏其实他的空港不是不快就是不稳，敏敏的空港确实是可以。敏敏到现在还是一个零分啊。对啊，场上面鸵鸟和敏敏都是零分的情况下，这局比赛看看敏敏能不能够拿到这个一。就五局比赛打完以后，你可以说敏敏的存在感是最强的啊。这个 ECU 执法按过来之后连续的有点拖沓了呀。是，但敏敏这边的操作行云流水，可以小看你了。这一局极度空网难道就是你休赛期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吗？从起步到后期进入之内，难道一稳到底敏敏又直接拿下了？可以啊，这真的是连三日，可以最后拐过来，WCW 稍微求稳一些，但影响不大。一分二十六秒，三拿下第一，可以可以。阿诺第二，那现在只有鸵鸟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分数了。嗯，现在是二四个幺，看吧。我觉得现在让我比较期待的是敏敏的定位到底怎么样。嗯，敏敏的话应该是往右边吧。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和阿诺应该是同款。那这样的话是反过来了，就规矩改了，对吧？嗯，有可能啊。我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的这个方向是朝这边的。嗯，这个武量不领情，当有一位选手敢于开头的情况下，那后面的其他选手也就没有顾忌。这张图是阿诺选的啊。是啊，这阿诺休赛期练新东西了。我也听懂龙甲来了，起步，哇，其实起步挺快啊！哇，这个起步真有东西啊！前面细节这么爆炸吗？因为我们看的是紫电视角，紫电都没有受到干扰啊。嗯，但这边的话，这个细节过来过后，这边进到点漂。刚才那个点后轴前轴前轴来说，确实是有一定是很强的优势的。哦，有脱漂了，脱漂影响了一下敏敏的路线，但是现在紫电在前面的这个距离还是很远的，非常的安全。再接个小甩，两段延续接盘，前面弹过来，非常的安全。嗯，而且操作非常的流畅，行云流水。当通过拿到十六次以后，在第二圈能够 build 两亿。这真王图啊！这一张图阿诺选的有点，都不是踢铁板上了，踢钢板。到这个点后面就看紫电会不会出现脱漂了。如果紫电不出现脱漂的话，阿诺其实，哎，阿诺自己脱，紫电也脱了。这两个人同款的脱漂，但是最后的这段长直线过来过后，还有一个进道点可以卡位。跑了一下以后 ECU 飞过来，快出过后直接一个侧身再被卡到，那最后出完只有一个单分的速度，再衔接空分落地分。最后紫电虽然说出弯的路线很歪贴了墙，但是无关紧要，是还是拿到了第一。阿诺第二，那紫电现在也上二了。对，嗯，那两个二了。对，哇，阿诺现在的境遇跟之前的敏敏有点像啊，一直在选图啊。嗯，然后选完图以后转化不了分数。嗯，阿诺还得再选，就不选不行，不拿红不行。那肯定是紧张的。嗯，铁链，如
果说不跳入这个舒适圈的话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锻炼。来看这局的起步啊，这辆 L 7的话起步想追哈雷特不太可能，但是一辆哈雷特的失误连带了三个人，紫巅又杀出去了，而且你看现在的位置，对，就其实就是前面紫巅跟敏敏他们的优势大了，因为对于阿诺来说，他现在想要去后追紫巅，他还得先过敏敏这一关，而敏敏想要去后追紫巅的话，就完完全全依靠自己的细节，所以说大概率第一名就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，除非说紫巅输别带敏敏，是的，那这种情况就概率太低了。但是你看细节来了，敏敏直接完成了反超，在这段连续的断空点快出，这边紫巅断掉弹机过后又卡了一下阿诺，但是下面是一个右弯，这段路还好有加塞可以让他构成弹气延续，这段路的失误并不是特别严重。对，但一个道理，其实不管是敏敏现在第一还是放在紫巅第一，对于阿诺来说，你想要追到第一的话怎么都得过一关。是的，那刚才其实过紫巅这关不是很顺利，所以现在距离拉远，敏敏这一局拿这一分就是稳稳的。现在上二楼，三个二全是阿诺选的，阿诺感觉比刚才敏敏还惨，先给阿诺发张好人卡，先好人，就是你们看他选的图，嗯，就是他选的图，大家跑起来都还挺舒服的，对吧？完全舒服完以后还能拿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得分点在哪，但是只要是阿诺的选图就能拿分。结果这局比赛阿诺还掉到了第五，那我觉得这么选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，嗯，就是你看现在原级打，对吧？哈雷特也打了，哈雷特打了，莫、嗯。来了一首特洛伊环城啊，看这一局大家众生平等，看个人能力，各凭本事。这有一点小歪，但能调整过来。这个起步的话，阿诺确实，哎，有说法。是。那东方今天这起步是真不错呀，是吧？嗯。就是他应该是继敏敏之后，比赛第二阶段实战感最强的选手，而且他有分儿。这张图其实现在大家的稳定性都还不错，主要是在室内当中的一个点漂。但阿诺这边自己被带上去了。他是不是自己路线太极限了呀？哎呦，这里弹气又没延上，也出现了一点问题。但是这个路段断空下来之后，东方路线更好，但是偏左又一个弯，外卡内，紫巅也来了，大乱斗了。现在阿诺又上来了，在一波内线卡一下紫巅的位置，但紫巅受到影响并不是很大。现在前面四位选手全部搅在一起。这一局东方有没有机会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将直接来到本场比赛东方个人赛点，有机会，这个距离完全有机会，能卡到吗？过来又是一个右弯，过来不能开个弹气，弹气速度慢了，没了，没有，嗯，没了。阿诺看后面速度吧，紫巅这里是一个最为极限的跑法，对，但是阿诺也是一样，那阿诺也拿到了两分，第二分，3-2-2-2。有三个二了，嗯，三个二，这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就可能对于长选手来说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点。嗯，这怎么能接受呢？我觉得对于紫巅来说，可能这张图在不亮孙悟空，这一样孙悟空留的鸵鸟也很难受啊，鸵鸟那张月影还是打不出来。是打不了，对，跟东方单挑难度还是有点大呀、啊。嗯，加上自己是月影，对面是孙悟空，要一路向前要打了。来看起步，这次我觉得鸵鸟的这个孙悟空应该不会
跑得太难受。这个还是丝滑。角色开始细节起来。鸵鸟也有说法，弹过来之后下面一个右弯，带出单骑延续上加赛之后，这段路先跟住，不要有太多的想法。但是刚才是冲锋这辆天行者，在这一段长直线还直接把紫电给挤出了内道。这紫电真是心里苦啊！哎呦，鸵鸟这个断空没断出来，那这样的话，单骑电消失，敏敏的速度要更快。敏敏、没飘起来。这里撞墙过后，再次进入到室内，萧瑟也来了，玩大的。鸵鸟要拿分了，鸵鸟稳住不了一点，被敏敏直接一个内线实现了反超。就是梦回古蜀，大家怎么突然之间有点陌生了？鸵鸟这一局基本上有机会选手拿马下的第二，对，能拿一个第二就已经是一小步，也可能是翻盘的一大步。好，这个月影要打了，疾风机场。敏敏鸵鸟，哇，这一场梦回古蜀打的真的是意想不到，这前面几个人在玩什么看不懂，完全预判不了。怎么说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疾风机场图吧啊，疾风机场现在你打的话，东方直接上一手孙悟空，那鸵鸟现在助人为乐了嘛，他现在必须要把这辆月影给打出来啊。除了主要是对于月影来说，你如果你真的去卡着这一辆赛车去考虑的话，真的能打的图也太有限了。对，但是你要说月影的话，就是在这样。是的，来看一看这局起步。哇，萧瑟这局起步不会是王图，有理解的，可以啊。王图是王图，对。而且后面还会打，因为刚刚敏敏第二，然后被砍下去还是过着。哎，东方，哇，车身飘起来，直接形成了一个硬直，没飘起来。那萧瑟的二要来了，真要来了。这敏敏这个路不好跟啊，但是。看能不能稳住自己的路线吧。就萧瑟现在这个领先距离大概有接近于零点五左右，这0.5秒后面稍微放慢一点的，你看这个弯道出的稍微比较肥，没有那么快就可以了呀，可以。对，然后这个弯道也不用甩，哎，蹭了一下墙，那敏敏的第四分有机会的呀，还能卡位吗？也没机会，因为前面一个点飘就最后一个 ECU 了。ECU 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只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，机会是留给你刚刚说完没有的人的。这直接上难度了，但苏格兰这张图大家就真差不多了。阿诺优势和萧瑟的优势很大一点，米米还是要看。自己所处于的位次是怎样的？这几位选手，如果你要真考虑综合名次的话，确实可能老将敏敏和东方的综合排名要更高一些。对的，而且做的特别靠后。他们在这样的赛道当中，总是能够在一些对抗上面创造出一些机会吧。哦，阿诺起步被卡掉了一个喷，然后前面速度也不够快，半天气又没延上，起步直接来到第五。敏敏单线距也没延上，但是刚好能够慢卡位给他卡上去，对他的路线卡的很死。东方跟住，后面那这个二的话，我觉得要看紫电阿诺两个人了。就单从这局位次的排名来说，紫电有点危险。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！这东方现在没必要上去硬刚敏敏。对啊，他就两个人一起晋级好了。但是我觉得东方好像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也想要在这局比赛当中证明一下自己。对，反超，是。但是这一波反超，萧瑟也上来了，这局面大洗牌。
成则来到了第一。那现在的这个局面有点难控、啊、我觉得萧瑟和紫巅这一局，就是阿诺和紫巅这一局难受在哪儿？难受在他们知道自己没机会，所以说他们要一直看排名，究竟这局比赛能不能结束，他忍不住不看。他看到敏敏下来了以后，心里边应该还稍微舒坦了一点，但是也不知道前面会不会失误，比如说前面 ECU 背后有没有人脱漂，如果萧瑟脱漂的话，脱了第二弹不弹了，东方就能够拿到自己的第四分，就会形成一个双赛的局面。敏敏现在还处于第二名，敏敏能够拿到选图权，东方能够拿到自己的第四分，两人双赢，怎么说？四四二二，星梦还是即兴幻玉？即兴幻玉，嗯，但是即兴幻玉，现在想一下，严军应该是必赢的车了，因为龙女在这局的起步。东方先冲出来了。哇，东方这个路线有说法啊，但是留了个 E， 留 E 还能够稳在第三名，后面是肯定有机会能反超的。这里点飘过来，速度浅蹭一下，但是速度虽然说损失不大，但是这个路线有损失。这一局紫巅有机会上个三啊，就看前面的这个断空飘了，后面距离都太远了，哎呦，掉了，掉下来了。嗯，那紫巅稳，紫巅的第三分，他多难受了呀！哇，这又多了一个三，那没办法。是啊，哦，紫巅这把确实把握住机会了。恭喜紫巅，哎，从天而降阿诺选图啊，有意思。那这个花落下海要来了，质量孙悟空绝对的优势啊。但是他最近几局拿的第六有点多。哦啊，十一成，这个图很拼啊。这黄鸭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，十一城是阿洛和阿毛的黄图，对，但是其实这张图我感觉六人混战太难打，看一下吧。很感起步，起步不要奥迪娜，我看到的是黄鸭视角。好，现在他就是一瞬间的绽放，再见了。现在起步冲出来的是阿诺，可以。第一个 U 弯过来过后，紫巅跟住，几个人的弹射都没有出现问题。敏敏上来了，阿诺有想法上个三啊，但上个三的话，其实也得和紫巅去争最后一局。这出弯还是挺快的啊，嗯，看见敏敏的后追了，这对于敏敏来说，现阶段更多的是跟车，因为后面也碰不到他，其实他不必要说做，自己无法操控的那种极限去搏，现在还没到搏的时候呢。在前面，哎呦，这个弯道过得稍微慢了一点，但还好。现在相差的距离0.3，这0.3你想追吗？其实前面阿诺没有给到太多机会，很难。对，的确前面。而且刚才我们看阿诺的这个出弯，其实真的蛮快的。嗯。
这点也没拖，而且零点三现在应该已经跨到了近乎于零点四，零点三、零点四都应该在快了。子健也跟上来了，敏敏防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阿诺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三弯44-33-11，敏敏再选图。这个东方啊，他是真的在这几局没有办法拿到选图的机会，但凡能拿到，比赛都能直接带走。具有京华东梦，其他人真的望而生叹，没有任何办法。真的，这个京华东梦，要不就，要么就是东方选图，要么就是选不出来了，因为别人没车了。是啊，啊，公主内的也算是队友，一号公路一号，他选择到了反向行驶，不是成全，而是定向针对。定向针对一手，看这局，起步，起步，紫田直接避战走下面，交替过来以后位置还不错，火鸟不愧是对抗大师之一啊，能杀得同为。飞过来路线很正啊，是的，一次又飞过来，他现在有机会直接终结比赛的，一个第四一个第五，机会都不大。哦呦，这里上墙了一个萧瑟歪了呀，那紫癫也要上个四，现在阿诺在第六，哎呦，鸵鸟这边还出现了失误，但是并没有第二了，对，没连带到。我关键是再出现一个四，那萧瑟也难受啊。对呀，1:04.8，三个四。东方，东方第二，那他拿那结束了呀，结束了，这个真的要结束。东方最后一个弯道，他应该驾驶的是 L7， 对 L7 反超，对，是，感觉十拿十稳了啊，是的。来看这局起步，是，起步东方，哎，先顶后弹，虽然没弹出来，但是够用，直接E了。这里转移过来，马上来到加赛点，其实对于敏敏来说也没办法追，是该意了，到点了，这里要直接目送了，拉开距离可以在后面直接鼓掌，主要是现在第一第二这个都是两个四分的，第一第二第三是两个四三个四分的，后面的真的已经无奈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对，终究还是通过了这一局孙悟空，成功拿下。一场三场零比，十八局的比赛，长达2个小时，终于要收场。你又没跳起来。这个收场太开心了，这没跳起来真是挺没想到，意想不到。哎呦，最后还小歪一下，还能调整过来，转向不错。好，那最后公司总分结一下 CWW， 这局断弹以后速度也很快，37。哎，恭喜东方成功拿下我们突围赛 A 组第一轮的胜利。是的。经历了18局的比赛，在，但是其实最后一场也还好，6-4嘛，对吧？那这个晋级率还是挺高的。但是对应的对手确实也都会很强，
嗯。